天喝冰的，冬天喝热的，怎么喝都好喝。绿鲜黑咖啡呢，是健康进行式的咖啡系列产品中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产品哦。有喝过绿鲜黑咖啡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它含有姜烯酚、儿茶素、绿原酸这些好成分、好东西在里面哦。不过你是不是常常在买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喝，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喝呢？今天就让莎比来解答你心中的小问题吧。 Let's go。绿鲜当中啊，除了有黑咖啡的成分之外呢，它还含有生的绿咖啡豆当中萃取的绿原酸，还有茶花叶当中萃取的儿茶素，发酵黑生姜萃取的专利姜烯酚哦。这些成分呢，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帮助我们维持健康、青春美丽。而且啊，绿鲜还含有了膳食纤维，增加饱足感跟排便顺畅哦。因为绿鲜当中呢含有膳食纤维，可以增加饱足感，所以如果你啊正在做饮食控制的话，可以在餐前的时候喝来增加饱足感，帮助你食量的控制哦。另外，如果你有运动的好习惯，也可以在运动前后来喝一杯绿鲜，让你代谢上升的感觉更明显更好。很多客人呢买了绿鲜黑咖啡之后啊，都会希望用它来维持健康美丽，但是有的时候呢太过心急，就会希望喝一个礼拜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。要知道我们每天的饮食、吃进来的东西以及活动的消耗、运动的消耗，就像是收入和支出。当我们的运动量上升了，支出的量变多了，自然就会把储蓄拿出来做使用，帮助热量的消耗。而绿鲜黑咖啡呢，是帮助促进新陈代谢，让我们在支出的时候呢可以比较顺利一点。但是呢，运动和饮食是影响收支最重要的两大因子，均衡的饮食以及规律中高等强度的运动，再来搭配绿鲜，就可以让绿鲜的好处发挥到最大哟。至于要喝多久呢，我建议要给自己一两个月的时间，让健康的养成是扎实和缓的，而不是松散的速成班哦。加入200到250cc 的温热开水，随冲即饮，或者搭配豆浆、鲜奶做成拿铁，或是其他口味也非常好喝哦。夏天喝冰的，冬天喝热的，怎么喝都好喝。绿鲜的外盒上面呢，其实有标示，消化不良者不建议食用。其实是因为绿鲜当中的咖啡因，虽然它的咖啡因呢比一般市售的咖啡还要来得低，每一包的绿鲜呢大约含有63毫克的咖啡因，但是因为咖啡因会刺激我们食道的括约肌，让胃食道逆流更不好控制。因此啊，如果你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，我们不建议食用哦。第二呢是睡眠障碍者，同样是因为咖啡因的关系，它比较容易影响入睡，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比较浅眠的，或是你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，这边我们会建议在白天的时候就把它喝完哦。那如果你平常喝茶、喝咖啡都没有不适，而且也没有以上的问题，那恭喜你，你非常适合喝绿鲜黑咖啡哦。绿鲜的更多资讯都在粉专和官网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看看哦。喜欢今天的影片吗？快帮这支影片按赞，或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看什么内容。我是营养师莎比，我们下次见喽。